弟兄姐妹，大家晚上好。晚上好。欢迎你跟我们来一起做今天晚上的晚祷。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我们今天的经课取自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三十九到四十二节。又有尼哥底母，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，带着没药和醇香约有一百斤前来，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，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。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，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，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，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，又因那坟墓近，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。主基督，求你帮助我们在生命的创建和成长中接受考验，领略出死入生的经验，学习像一粒麦子完成彻底的死亡，才能在新生活中度生。求主使我们明白各宗的真理，完全放下自己，学习完全放下。主基督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你钉身在十字架上，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着拯救与医治，求主怜悯。每个人的十字架之路，基督
与我的对话。第十四站，耶稣被埋葬。基督说，我在世上的生命就此结束了。然而此刻，我的母亲玛利亚、抹大拉的玛利亚、彼得、约翰，还有你，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生命。我活着时做的事工已告一段落，在我的教会里边，以及借着我的教会所做的事工，务必即刻展开。与我本为一体的你啊，我对你寄予厚望。从现在开始，日复一日，你要做我的使徒，做我的牺牲者，做我的圣徒。我回应，我主耶稣啊，你知道我灵里有多愿意，我的肉体就有多软弱，求你帮助我，把你活在世上的短暂岁月里未能尽的教导传授于人，未能尽的磨难担负起来，未能尽的爱之事工继续做下去。不过没有你，我什么都不是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圣者，求你今日用你的慈爱和恩典充满我们。阿爸父啊，愿我们的心思意念、灵魂和身体都服从你，并且生活在顺服你旨意的喜乐中。主基督啊，你为我们铺设了爱的道路，求你使我们在这道上大胆地迈开步伐，因为它既是盼望之路，也是蒙福之路。圣灵啊，求你指引我们，带着从你而来的重新和好的力量，进入智慧与圣洁。上帝啊，赐我们勇气，使我们敢于为所有人的正义与和平而努力，为大众的利益而奋斗。上帝啊，赐我们富有同情之心，使我们能以怜悯和慈爱为根基，重新塑造我们在彼此相爱里共同成长的生命。上帝啊，赐我们对你的信心，使我们看见你的道路是确定而又美丽的，并努力打开我们封闭的心扉。上帝啊，赐我们力量，使我们能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，像爱我们自己一样的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。至圣者，求你的光照耀那些迷失的人，将你的平安赐给那些身处困境的人，因为你是怜爱人的神，而我们要成为你的子民、你的灯塔、你的见证人。三位一体的上帝啊，求你用你的爱把我们团结在一起，并将我们招聚在你的怀抱里。阿们。请大家默祷，为有需要的人和事献上代祷。全能永生、掌管天地万物的上帝，求你施怜悯，悦纳主民的祈求，加添我们的力量，使我们奉行你的旨意。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阿们。阿们。我们要为我们今天所犯的一切过错忏悔。
最慈悲的天父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在你的大爱里，求你饶恕我们的罪孽，无论是已知的或不知的，已做或该做而未做的，求主的圣灵扶持我们，使我们能在新生命中生活和侍奉你。愿尊贵和荣耀归于主的圣名，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阿们。主啊，醒思求你引导，睡时求你保护，这样我们醒思可以与基督一同守候，睡时可以在平安里歇息。上帝啊，求你以天上的恩典坚固你的仆人，使我们可以永远属于你，并且在你的圣灵里天天成长，直到我们进入你永远的国。阿们。我们要赞美主，感谢上帝。大家晚安。